拜。好热啊。这名字也太强了吧。好热，我快热死了。我为什么要穿长袖？因为外面很冷。我家就是一个。我觉得很冷，然后我刚刚只是出去吃晚餐，然后我就想说，因为我不想穿外套，所以我就穿这件，我就穿这一件，这衣服很厚，对啊，我快热死了。离开世界之前，一切都是过程，最难的是做人。好久没听到唱唱一段话念，来看我直播都会听到我唱歌啊。二晚。超热的，傻眼。今天到底，可我觉得今天其实算冷，就是你知道吗？我出门的时候觉得超冷，我是因为不想穿外套，所以我才穿那么厚。最难的是做人。晚安，晚安。谢谢陈安的许愿瓶，祖木和晚安。大家怎么样？哎，你们有看我？IG 的投票吗？一般路过晚安。哎，为什么大家都给我投尤尼卡克鲁？我其实是已经录了乌塞瓦，但是好吧，如果大家想听尤尼卡克鲁的话，我明天就要去换弦，因为我吉他弦昨天被我弄断。我昨天弹吉他，然后我在那个调音的时候，然后那个弦就断了，所以我要去换吉他弦，看明天能不能排得出来。我本来想说，哦，我都已经把乌塞瓦录完，那我就来录乌塞瓦啊。既然大家想听尤尼卡克鲁的话，我就录尤尼卡克鲁。我看不懂日文，笑死！这尤尼卡克鲁就是那首。对啊，我就不知道怎么念啊，怎样？仔仔晚安，八卦晚安。蜜松，我不知道，啊、对不起，啊，好玩，一杰晚安 ，CJ 晚安 ，Tom 晚安，你们有去投票吗？有去投票吗？有吗？有吗？有吗？因为我朋友也是只知道尤尼卡克鲁，可是明乌塞瓦这首歌其实也很红，而且他在台湾其实没有红起来。啊，不是红到韩国吗 ？So sad。有啊，我看到他，现在是40-21耶。好啦，我明天就去换选啦。换选啦。我想快点发完，如果再不发的话，可能就要退潮了。我是投右边，因为毕竟真的是。欸，我还以为大家会投 Useva， 因为我之前就已经拍过 Yodunika Kiru， 可是我没有拍过吉他版，就是对，所以我想说哦，好，我比较喜欢哦，可以啊，可以啊，啊，大家喜欢听什么就唱什么呗。对啊，而且我就是不止粉丝，就很多朋友都投 Yodunika Kiru 是怎样？是因为有那个吉他所以才投他吗？就是那种不是 TTP 的粉丝，他是只会听那种饶舌歌的粉丝，就是投尤尼卡克鲁，是因为大家都只听过那首吗？还是怎样？我不知道，我很多朋友都投尤尼卡克鲁，好吧，好吧，没关系，反正乌塞瓦又不是不会发，我可以给我多一点时间去准备那个影片，哈哈。最贵，真相纯青，呜、哦，还要再练，我没有练过那一首歌，
ちっちゃな頃から優等生、気づいたら大人になっていた。ナイフのような思考回路。ド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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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じゃあ晚安晚安。来换歌。噔噔噔噔噔噔。米娅说她不是很喜欢这首歌吗？然后她在直播上都会唱，笑死。谢谢勇哥的小浪花 Can you feel me? 宋热婷怎么可能没听过，是哦。 PK PK 晚安，赛小姐嘿嘿，小姐晚安，夜空晚安，切尔东，谢谢切尔东的厉害，谢谢。好听一波，对啊，听完知道这首是因为毕业前一天爆炸哦。Oh, 那哎、欸、我跟你们说，我最近在看一部很好看的剧，等一下我要看它的名字。你们有 Netflix 吗？你们有 Netflix 吗？就是我最近看了一部很好看，等一下，我看那部叫什么？哎、欸，我没有存起来，等一下。哦、oh, ，那个它好像是一部泰国的片，它叫做《转学来的女生》。超好看！你们看过 Netflix 的《黑镜》吗？那个《黑镜》它就是一集一集，然后的故事那种，然后在探讨人性的黑暗。它是每一集都有不同的世界观。可是转学过来的女学生那部影集，它好像是一部泰国的影集，它有点像是校园版的《黑镜》，超好看，超级无敌好看！我是晚上都看到哭那种，就是自己一个人看。我就觉得啊、而且我觉得它的后劲其实不输黑镜，甚至有一些比黑镜还要更有共鸣一点，知道吗？我觉得那超好看的，它名字叫《转学来女生》，超好看。我想一下有没有哪一集是可以跟大家讲。我有一些集数特别有感触，像是第五集叫做《社群之爱》，它就是其实我觉得这部片。现在快去加入片单，超好看的，而且最近好像出第二季，它是一个泰国的影集，超好看。我要讲的是就是那个社群之爱那集其实我也还蛮有感触的，就是他是在讲说那个女主角就是黑镜，不是他有点像校园版的黑镜，泰国的影集叫做《转学来的女学生》。那部剧的主轴是在讲有一个女生，她是会到处转学，她可能不是人，她那不是恐怖片，那是那种探讨人性黑暗的那种一集一集的小影集，超好看，超好看，你知道吗？超好看。好，等一下我要讲，让我讲完。哎呀，就是呀，不要配这首歌。为什么我才停止讲话就播到这句歌词？我要听搁浅的人。好，反正就是这部剧的主轴就是一个女生。谢谢。我爸突然打电话来，然后我手机麻痹的人生习惯，我讨厌的生活，麻痹的人生习惯，你自己很烂啊，麻痹的人生习惯，痛苦的关系，但是你又习惯和那个人在呀。好，我要开始讲那个剧，就是他在讲一个女主角，然后他在每一集都会出现，然后那个女主角我觉得她不是人，然后他用一个人的形象，女生，而且她超正，就是我会喜欢的那种，超可爱。好，反正就是她会去每一集里面，然后就是带入，就是让那个主角就是进入那个故事，你懂吗？她在每一集都会以不同的姿态，就例如说，就是以不同的姿态来进行让故事进行推展，就是揭露出人性的那一面。他有时候是主角，有时候是配角，但是他的存在就是会很推动这个故事的发展。他每一集都会出现，他有点像校园版的，然后他就是每一集都会转学到不同的学校，然后去揭发每个地方的真人性的黑暗，这样
超好看。好，等一下我要先介绍那个社群之爱。在社群之爱里面，我们女主角她其实是扮演一个反派角色，她是每一集，对，她是每一集都算独立的单人，但是基本上就是都会有一个人的存在，就是一个转学过来的女学生。在第五集社群之爱里面，那个女学生就是主角，她是一个单，她在那个故事里面是担任反派角色。然后那个故事的主要是在讲说，那一集的故事在讲说，就是主角男主角阿涵，他有个，等一下我再更把它念一次，他有个正在交往女朋友，然而就是因为某一天他跟那个娜诺，就是那个转学来的女学生，就是那个推动故事进展的那个女学生，这是本影集的最终大主角大魔王。这样，他有一天就是跟大魔王互动的时候，突然被那个就是路人凑在一起，然后他们就被凑成一对，变成一个很有名的情侣，就是在社群网站上被那种推崇，就那种赞数很多。反正他就是因为这样子被配对成情侣之后，他就变成网红了。对，他就因此成为学校的社群网络红人，而且他就是因为他喜欢这个被大家就是爱慕的，就是身份，就是他喜欢这种众所瞩目的虚假身份，所以他就是继续这样说下去。然后他正在交往女朋友，他就很惨。一开始他本来说他可以接受这样子，但是他后来就是慢慢没有办法接受，就是当他跟大魔王就是在众人面前越来越亲密的时候，然后也越来越被凑成一对的时候，那个女朋友就越来越没有办法接受。可是阿涵那个男主角，他就是因为他喜欢被大家众所瞩目，就是被瞩目的感觉，所以他就一直没有办法放手，直到最后就是发生了很多无可挽回的事情，然后甚至有点快要酿成人命的时候，他才终于想要回头。但是当他发现他要回头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就是这样子。然后这一集的故事是这样，他每一集都不一样。然后在这一集里面，就是我的想法是，就是每个人都会很崇尚那种光鲜亮丽的生活，但是就是你没有想过，就是当你成为一个公众人物的时候，你背后要背负的是，就是你可能在大家面前你要扮演一个你，但你私底下的另外一个你，他们不一定可以接受。这就是在人前被瞩目的代价，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一集想要跟我说，他每一集都会有这样，每一集不同的故事，然后就是想要传达的东西就不一样。我就觉得哦，就很好看，这样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超好看的，我很喜欢看这种东西，所以我才说他跟黑镜超像，他就是一个女生，他会一直转学到不同的学校这样。谢谢 F 的玫瑰，大家有兴趣可以把它加到片单，如果你有 Netflix 的话啊，如果你没有 Netflix 的话，就是我不知道网络上找一找应该都会有。你看完吗？我还没啊，我看完，我看到哪一集我看一下，我看到第九集，我还没有看完第九集，我才看前面，那我就不小心睡着了，就是看一看睡着的。就我最近都在看这部影集，我觉得超好看，就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就我很喜欢看这种东西，就是然后我今天本来要去图书馆借书来看，结果后来发现，就是今天好像是什么全新北市的图书馆清馆日，我说哦好吧，那我就回家好了，就吃了八方云集，然后就回家。水晶推荐都好看啊，而且我跟你们说，我今天在吃八方云集的时候，我坐那个位置超尴尬，就是我正吃到一半，然后突然就是背后有一股味道，那我就转头看，就是 Oh my God 是厕所，而且它就是刚开门，超臭，我真的快要崩溃。还好那时候我快吃完，我就赶快吃完，然后就是快闪人这样，我真的傻眼哎，超臭！我下次不会再坐那个位置，我不知道还会不会有下次，我不知道还会不会去那一间呢？我不知道我还会去那里，就是那个附近这样，我只今天顺便去看一下，我真的傻眼哎，真的很白痴，很臭。真的很崩溃，真的。对哦，我忘记了。我想再回答。我看到那个投票，44-28，好啦，输了啦，输了啦。
夜にかける You know I can stand my whole day Just to see yourself 你让我你让我不自觉地付出一切你是我、哦、你是我一直在追寻的对啊，反正就是今天发生了很衰小的事，很衰的事，很衰的事。对，我今天就发生了很衰的事，就是这样。好啦，我会在发新歌之前把那个 cover 发一发，然后新歌的话。5月11会发，所以大家期待一波，期待一波5月11。这次巫女生血放法的决心好有气质，而且感觉变高，感觉变高是怎样？感觉变高是怎样？对啦，是没错，我觉得生血的我都会看起来比较高，毕竟没有旁边的人，我就当然看起来比较高。哦哦，公演后发，嘿啊，嘿啊，大家可期待一下5月11，我看5月11。礼拜二。为什么是在礼拜二？其实我没有看到他是，我没有看到他是礼拜二。好，随便啊，礼拜二，嗯，5月11笔记，嗯，晚上7点 ，HOYIN 晚安，阿鹏鹏晚安，你哥晚安，期待期待。有去回放听一波，都会跟着旋律动。我也想听现场啊，不知道可不可以上现场哎、欸。大家去祈祷一下，没有，你们讲比较有用。我现在发现很多事情都是请粉丝的力量。On the live。让我们换首歌。ただいさとは愚かさとはそれが何かパッパラパ对啊公演后而且你知道我现在知道这个东西怎么用就是小 Q 教我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他这到底要怎么用拍一张我会拍很多废照，然后洗出来就是废照的。算了，都是废照。我看一下，拍我麦克风吗？不行，那个背景太乱了。怎么拍哪里都不是，我家就是一个不适合拍照的地方。可是它是一次性的，就是我不知道，这台又不贵，可是那是生日礼物啊，我就不想那么快把它弄完。梦在我那时，谢谢夜空的花之精神，都要拍你们，你拍照感觉很像以前。什么鬼？杰星兼职狗仔，咦！不要，我最讨厌狗仔，我才不要当我讨厌的人。这句话听起来好幼稚哦。谢华一万个赞。这句话语法听起来很像小朋友，杰星小学生。我最近不知道怎么突然变很喜欢吃巧克力，我是被小迪传染了、
最近太常跟小迪接触，然后就是突然变得想吃巧克力。他今天来我家的时候送我一盒巧克力，我直接傻眼。然后我看他一直狂吞巧克力。先感谢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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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子咪一起去吃晚餐，我们去逛夜市，然后就有聊到说，哦，感觉分组之后就我们就很少像这样子聚在一起，就是觉得很怀念。然后我们那天聊天聊超多，就还蛮开心的。真的觉得分组以后就是很少跟其他组的成员聚在一起，因为我们真的就是我们自己组的练习就变多，然后大家也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就觉得哦，这样偶尔聚，然后大聊特聊，就还蛮开心的。那一天我们就一起去夜市了，跟别组的好像会变得很难。对啊，因为自己组的都有自己的社交圈，而且就是，就感觉分组之后真的就是变得很少联系，就是虽然还是有多少会用讯息什么之类的。就是偶尔小聊，但就是没不会约出去，然后也不会平常聊那么多事。然后对啊，雨林，然后我们就这一次就是一起约出去吃晚餐，原本就不错啊，傻眼。对啊，我们原本就不错，然后就是那天我们就是一起去夜市吃饭，那我们聊超多事情，就是感觉把那个好几个月就是没有聊的天全部都聊完，就是哦在干嘛什么之类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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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lah， 然后就是讲很多，就是还蛮对啊，就是那种交流，懂啊，聊天，反正就聊很多事情，这样就是烦恼啊，或是平常在干嘛，然后最近在干嘛，最近几个月在干嘛，然后最近怎样，你们组还有吗，什么之类的，聊这些。就觉得哦，开心的，很有趣，就觉得那种跟很久没有见面的老朋友聚聚的那种感觉。虽然这其实也不是很久没见面啦，就是很久没有聊那么，很久没有好好聊聊，好好聊聊，这句话好奇怪。雨林聪明，杨洋大我超爱杨洋的，杨洋是我小时候很喜欢的一部动漫。其实我觉得不算小时候，应该算国中。就是我第一个让我如此沉迷的动漫，接下来就是 LL 这样。我超喜欢杨言的，罗兹晚安。反正就觉得说，就是很久没有跟朋友这样聊天，就觉得哦开心。跟刘小晴也是啊，就是偶尔约出去，然后吃个饭，然后就聊很多这样，然后再散散步。天啊，听起来好像老人行程。没有啊，就是散步聊天这样。我超喜欢你，我也超喜欢你。加上晚安，刚才看到你来，晚安晚安。You 晚安 ，Y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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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半夏里的魔性，夏里的魔。我高中很迷杨言，然后跟杰信一样后来，对啊，杰信要推谁啊？西，对，我是推西。然后 LLSS 推果男，接下来我就没有，梦。如果是那个偶像同好会的话，我想一下，应该是。有吧，晚安 Rookie， 那你刚刚没有听到我放完整版，好，我再放一次，为了 Rookie 再放一次，因为我可能会放 Yorunika Kelu， 不是，我可能会 po 有先 po Yorunika Kelu， 所以可以先放给大家听。问杰星推谁就错了啊，全破侠杰星谁不认识？可我觉得。那个 Muse 里面就是没有我的菜，懂吗？就是
不是我会就是直接击中我的心的那种菜，懂吗？就是都是因为 CP 所以才喜欢他，或是哦他的，因为他就是喜欢但没有那么喜欢，就你知道真正的喜欢是我对斋藤飞鸟那样。就那种皮也喜欢，然后内心也喜欢，就是 LL 就没有，就是 LSS 我不知道，但我喜欢果男，就是我很喜欢果男，果男的，就是果男的皮我其实还好啊，我喜欢死娃娃，就是果男的声优，他是那种直击我的心的那种。我对于斋藤飞鸟那种才是全心全意的真爱，懂吗？就是那种我可以为了他然后花好几万块那种，杰森是滴滴，对啊，但我现在不会，我现在没有在追星，就我觉得就算有喜欢的偶像，就也不会想花钱这样，就觉得活着比较重要。谢谢玉峰的可爱水母。我喜欢丰田姐，我也喜欢丰田姐啊，她不是有那个大象，快笑死，你知道吗？我以前迷到就是会跑去追那种声放送，就是你知道 B 站，其实我现在偶尔还是会看一下，但就是没有像以前那么疯狂。我之前是疯狂到那种直播，然后之前就是有认识一些就是卡片啊，就是之前会认识那种喜欢 LL 的朋友，然后就是网络不稳，网络不稳的。看声放送这样，然后一直看，然后直播我也会看，然后再看手肉这样。反正我就是超爱 LL， 就是这个 project， 就是超爱，就是疯狂的程度啊！网络卡，大家 hello， 卡屁呀，卡屁呀，不要卡啦卡啦卡啦，真的傻眼。声放送几乎都听不懂，还是跟对啊，就是声放送看不懂，但还是会哦，还好我没有讲什么不该讲话，吓死我，哈哈，刚差点爆气，所以这样子还可以听到我声音，嗨，笑死。音乐怎样？还想听的空房间。好一点了，耶！我跟你们说，就是我觉得 LL 没有那种完全就是会让我掏心掏肺的付出那种。好大瓶，真的假的？我把酒瓶都吞掉，心里空的，长这么。知道吗？就是我对斋藤飞鸟的爱才是那种，我可以愿意为了他花好几万，就是为了看他一眼。没有，我觉得好几万太浮夸。但是我那时候去抢台北小巨蛋的门票的时候，我就是那时候的疯狂程度是很那个的。
然后我还跑去那个那叫什么，这样不能讲好吧，反正就是超爱他的，就是然后我现在你知道吗，现在 LL 算是有被，对啊，算是我觉得 LL 他是一个我在难过的时候我会跑去听他的歌，就是我觉得他的歌有很强大的正能量，你知道吗？就是你是说电视？我不知道。对啦对啦，算啦，随便啦，就那个飞鸟粥，超白痴的。可是我觉得那个好笑，没关系。你知道吗？由此可知，我从两年前就是一个讲话很疯狂的人。我们来播一点嗨的歌。那时候醒了，可不是我的悲。只想 let it know my name， 现在想要逃离是你的世界。Can we go now? Can we go now? Holding the cup 不是我的杯。谢谢谢谢，让我们可爱水母。对啊，真的很感动，就是从最一开始的时候，你知道吗？从那个他们还是他们只有出那个音乐的时候，就是还没有动画化，然后也没有游戏的时候，那时候最一开始的画风也是。跟现在很不一样，这样。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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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哎，你知道 PG One 吗？就他最近出了一首情歌，一直很疯啊你。Can we go now? Can we go now? Oh oh。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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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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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着可爱偶像皮的青春奋斗，对啊，不是我的悲，只想 let it know my name， 现在想要逃离是你的世界。Can we go now? Can we go now? Holding the cup 不是我的悲，想起也是真的哭吧。哎，好啊，可以来播《血玫瑰》。我跟两千说，我超喜欢他那首歌，超爱。被击碎，被击碎，这里超帅，耶、yeah ！那个808下去真的是好听，可以啊。P. John 他最近出了一首情歌，我觉得那首超好听。苏云晚安，佑杰晚安，佑双晚安，志强晚安。嗯嗯，女子十个，我是不应该念出来。好，我看懂。那些好心了可不是我的悲，只想 let it know my name， 现在想要逃离是你的世界。Can we go now? Can we go now? 血玫瑰。哇，2.6万 ，PG 真的很有重音乐，对啊，他真的很厉害。LSS 一开始还有学姐们的压力，对啊，可是现在就是变成这样子，还蛮开心的。其实我觉得都这样啦，反正那个同好会刚出的时候不是也这样，都这样啊。过了就过了，那个时间过了就不会有那些话。人品君晚安。蓝平君，我有看到你最一开始就投票，笑死。PG One 歌播在 YouTube 吗？对啊，播在 YouTube。他不是被那个吗？米酒晚安。谢谢日风看到你，我一开始有点排斥，然后就。对啊，我是不会排斥啊，因为我只从一开始就感觉到会有这些事发生。毕竟现在有 YT 也有节目，嗯。PG One 超帅 ，Mina 超爱 PG One，Mina 是 PG One 迷妹 ，PG One 出什么歌，他就啊 PG One 啊，笑死，他超疯狂的。被击碎，被击碎，无所谓。个人还是比较喜欢该。
哦，真的吗？真的假的？任品君也有在 follow 吗？我喜欢 PG One 哎，该我也很喜欢。等一下来播他的歌好了。那你们有看那个最新的是哪一季？是有嘻哈吗？我有点忘记，那个节目太多了，名字都不一样。你知道李佳隆吗？我觉得李佳隆的歌超好听。全新晚上好晚安，哦，喜欢方言，我也觉得方言的很帅。我也觉得方言的也没很帅，最新的没有。哦，那你没有听过李佳隆？该不是那个吗？社会该，来听一下。他们两个风格差很多，对啊，差超多的。我个人是比较喜欢 PG One 的那种感觉啊。该也蛮帅的，就是一种江湖味。CDC 的哦，其实我就是那叫什么大陆那边的饶舌，没有听很多，顶多就听那些而已。我比较常听是台湾的那种地下饶舌，我觉得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就是台湾的那种饶舌，我觉得都很赞。咸鱼烟晚安，卡卡西晚安，佛山晚安。哎，最近不是大嘻哈就快要播出了吗？就是我有预感，就是会掀起一阵旋风之类的。我不知道，反正我有蛮多朋友都中了，然后他们看他们在 po 那些节目的东西，我就觉得哇，就是感觉会就是蛮厉害的，害我也很期待。中立 ，You know what I mean？ 我觉得他超挺我的。就是他那时候，其实我跟他海选是同一场，然后那时候海选唱完之后，一回家我就看到他，哦，我是后来才知道他追踪我，然后才发现他有分享我的歌，他就说，我看他发什么，等一下，他那时候发，然后我就回答说太感动了吧，谢谢你，然后他就和我说。你是音乐圈里最茁壮的幼苗，等你变成可以挡住整片天空的大树时，记得留这些光给我。那我就说没有，我还你菜，什么太感动了。他就说你非常厉害，我什么办活动，我一定邀请你来唱。到时候怎么跟你公司谈？反正我就觉得他超级无敌，他人好，我觉得他人好。他就说什么？他那时候发现都好像讲什么哦，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幼苗什么，看他以后一定会红什么之类的，我不知道他是这样发，我就觉得他人超好，就是觉得他很挺这样。包子晚安，中立，很贴是怎样？我就觉得哦，他人其实还蛮好的。很贴 ，so sweet， 对啊，声音还选超帅，谢谢。可是我觉得我有点乏掉，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太紧张，我真的是第一次唱，真的。凡人歌那一首也很赞，嗯。建国超好听，对啊，建国路很好听，我喜欢妓女回来，妓女回来。会越来越好的、啊。我海选的时候唱什么？我想一下，我海选的时候唱什么？十 step I'm at the rap， 看我一个 verse 就把你吓得飞了，什么之类的吧？哦，我想起来了，最后自戒。我记得我在生日会的时候也有唱，我忘记没有，我还记得。因为那时候背超久，凡人哥四句封神真的帅，我也觉得。G O N，
海选的时候比生日会凶，因为那时候我跟 Mina 在练的时候，他就要我那时候情绪满出来，所以我那时候海选的时候真的是情绪满出来了，所以第一次这样长整班有点好啊。反正我今年会，你知道吗？我已经把今年的那种，就是那种发歌的时间，就是档期都已经排好了，所以大家就好好期待吧。大家好好期待吗？因为我最近其实换了蛮多设备的，所以我就是在学习混音之类的，希望我可以越变越强这样。然后我也想跟不同人合作，就希望不只是团内的人可以跟，也可以跟外面合作。虽然我也只能发 HTV， 笑死，我也只能发这里，笑死。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当然是转眼，对啊，当然的。我想很久我想了很久，我就觉得我今年一定要做出什么东西，就我就觉得如果我今年没有做什么的话，我还是会继续做，但是就是我不知道，我觉得今年还蛮重要，因为我今年不是去参加，今年不是那个吗？大嘻哈吗？就是我觉得那个流量会起来，所以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就是好好的把自己让自己浮上去，这样。不然我也不知道下一次会是什么时候，就是我不知道。但我觉得趁这个刚开始的时候，就好好努力这样。虽然就算没有这个机会，我也还是会继续。晚安，托鲁讲晚安，两只老虎。我想把它删掉我可以删掉吗？我不知道，我先把它压，可以期待一下，我看一下我可以透露什么东西。可我觉得这些都还是会改，它只是一个大概，你懂吗？就是很多事情都还没有确定，但就是反正就是这样子啦。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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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然后我出完那首歌之后，我下一个会美好回忆别删。你确定是美好回忆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就是没看过，反正那时候什么时候做的？高一还高二？傻眼，反正就那时候我刚开始，我刚开始玩编曲，然后就做出一些很白痴的东西，我又做了一个两只老虎。超智障，我看看。好了，来吧。我好像把它删掉了。我还留着这是一个悲剧。不要纪念。我播完之后，我就想把它删了。你们刚刚有听到吗？我连听第一颗音都快不行了。你们想听吗？谢谢陈安的靠你，这是我高一的时候，还高二的时候做的，哪里有趣啊？我觉得这超那个的，我觉得超痛苦的。想回味一下，哪里可爱？超白痴，超智障啊！好，你们要听，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我真的不想听。我真的不想听。我听到了不要你播，我现在也不敢看去年的帖子，真的吗？陈安有在写歌吗？写，你可以上网找那种台币，然后就是下来用这样子。我写歌其实也是用台币，
但就是要怎么找到好的 type B 也是一种学问。啊，我真的不想听，那就是黑历史啊，那听起来就黑历史。杰心你放啊，哈哈，来那你做啊，是同一个文法吗？懂你，我也不敢翻小时候写的文，黑历史。我小时候也会写同人文欸，但我都把它删掉了，我前一阵子把它删掉了。之前我朋友叫我不要删，但我前一阵子把它全部删掉，因为我那个 Google 空间不够。哎，我删掉的空间还是不够啊，删了有屁用啊。我要播了，哎，我不要听，你们听就好。啊，怎么样？我没有听到，好，我要把它关掉，我要把它删掉，拜拜。我们来听那个阿慧。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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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海賊くなら誘惑踊れ叫べ誘惑さ洗淨我的心靈何所海賊団配上你的叫聲很像什麼鬼在心的すすめ太陽は散散的一個概念を言い Hello 嘴型 Hello 我们刚刚在播两只老虎一家人家有的有没我没得啊看你想吗一直老板老板我们都可真期待跟老板これ開けて最終号は報酬海賊だ谢谢 S2 的花痴精髓那真的不行我跟你说我真的不会想再去听一次真的杀了我杀了我葬了我你看着我的眼睛像是着了魔手提又 push me down 不需要陪衬只要珠宝陪我埋葬收起我的爱被你埋葬那那我忘记这是短板不用跳 Pickle 我们来听 Pickle 的歌当当贝嘎嘟嘟嘟嘟嘟噔噔噔噔满意极大黑超喜欢他那首新歌超好听的我觉得超好听超好听他编的超好听他和弦用的超好超赞完美 Perfect 喜欢木娜人唱原创我也喜欢谢玉峰的荧光棒超可爱欸我有一阵子没有看 Hololive 欸就是最近滑到会看一下这样最近在看 Classic 真的没有但是我还是很爱 Aqua 你知道吗我觉得 Aqua 是我就是近期就是二次元女孩里面就是完全是我的菜那种就是我超爱这样就是我如果喜欢一个偶像我会喜欢他那种他真的很可爱就很笨然后又很努力这样他超可爱我超爱他他就是我会喜欢的那种偶像声音你说 Aqua 的声音吗没有他的皮我超喜欢
他真的超可爱，而且他的个性也很可爱，他的声音也很可爱，他的全部都很可爱，他的一切，他的一切都很可爱。我懂，我也懂。他就是完全就是我会写社恐。我们现在听的这个人不是也是社恐吗？黑口不是也是社恐，就是那种人前人后不一样的那种，人前就是社恐，然后人后就是黑口黑口黑口，这不是在做觉醒吗？哦，其实也，我觉得我会喜欢阿库也可能是因为他的个性跟我蛮像。这不是在说你觉醒知道哈恰吗？哈恰吗？恰吗？知道啊，知道啊。我觉得我喜欢偶像的，就是没有固定喜欢什么。阿垮就是很偶，对，阿垮就是很偶像。伊恩根本就不是，没有我，我跟你们说，我觉得《Whole Life》里面就是阿垮超偶像，然后其他就是这都 ，Faker 也蛮偶像的啊。船长就是完全不是，哈恰吗？更不是，他根本就是什么实境解谜之类吧？他太疯狂了。他之前那个双胞胎企划真的吓到我，我觉得蛮可怕的。他的影片白鬼超可爱，我今天听了他的 King 超香，白鬼大姐姐我也喜欢他那种类型。哎，我跟你们说，白鬼就是那种 我喜欢的类型，就是不是喜欢的偶像类型，就是那种我不知道，哎，就是我很喜欢他那种类型的女生。楚雄晚安，就是会很想当朋友那种，就觉得他很有趣的。谢谢玉凤的事业信条，他恰玛不是厨师吗？对啊，他是厨师啊，他做的东西能吃吗？笑死！我直接嘴一波哎，因为他做的东西应该比我还要，我不知道，他感觉他的料理能力比我还要强。他至少会做的东西，我连煮出一个东西都不会。等等，你就说你不喜欢谁？我不喜欢谁？我没有不喜欢啊，可能就是没有聚集到我的心的，就是486那种类型吧，就是那种活力转法。但是我觉得他也很好笑，很有趣，但就是他可能就不会是我的推这样，因为我就是喜欢的偶像不会是他那种类型。然后还有谁啊？我来讲一下，就是我不会跟你们抢的类型啊。OKU 的话，我也不会跟你们抢，但我会看他精华，我觉得他很有趣，就是我觉得他讲话很好笑，他讲话那种调调会让我觉得很想继续看下去。但是就是作为一个偶像，我不会喜欢他，或者是一个喜欢的人的话，学心滴滴哪会不喜欢？锦衣不喜欢男艺那种感觉吧，有可能吧。就是男艺的话我觉得还好，乃木坂的话我也是这样，就是喜欢的偶像的话，就是不管是 V 还是偶像 V 大嘻哈时代，喜欢奈奈，我也喜欢奈奈，奈奈很可爱。欸，他其实还蛮蠢的，就是卡瓦哥晚安，我来听别的歌吧。陈恩晚安，大晚安，晚安晚安晚安，欢迎回来。我今天播几小时？我今天播一小时。Overlay， 可爱性可爱，对啊，我喜欢。我喜欢那种，就是我会推的类型，就那种可爱的，然后或是大姐姐之类的吧。妹系赞赞，妹系我还好哎。如果妹系他有 CP 的话，我就会喜欢他；但是如果他是自己一个人的话，我就还好。
Baby 晚安。对啊，我就是对男艺的人其实就还好，这样就是短头发的那种，就是动漫角色也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就是会不是讨厌他，但就是觉得哦，就是知道他这样，但就是不会喜欢他，就是不会强迫这样，笑死！谢谢令狗的大佬喝茶，真心想要姐姐哦，还好，我觉得自己一个人不错。其实我小时候会很想要姐姐，但我长大以后就觉得，不管就是我觉得姐姐很，我不知道，除非她不管我，不然我就是其实很没有很喜，就是我不知道，就觉得没有很喜欢这样。但我也不喜欢照顾别人，我不知道，我可能比较适合独生吧。哦，你说阿酷啊吗？所以你是说我喜欢的类型很极端的？可爱系加大姐姐系可有系，对啊，他们就是天造地设，自己的兄弟姐妹长大独立了，你就是姐姐了不是吗？对啊，我有弟弟。但我跟我弟的相处其实也没有到很姐弟，就是没有那种姐弟感，就是有点像朋友这样。因为我不是一个会让别人觉得像姐姐的那种人，就是不管是在身边的，就是身边朋友啊，你们听团员就知道啊。你看李采洁有把我当姐姐吗？没有啊，我还不是。之前我们不是有讲电话直播吗？然后就是那时候我印象超深刻，因为大家都以为我不是那种人，就大家都以为我不是那种，所以你没有，对我没有。我只有在就是讲一些感性的话的时候才会有那种年纪比较大的感觉，不然平常我觉得就我没有很我本来个性就不是一个比较稳，就是比较稳重的人，就是我个性，就你可能跟我不熟的时候，因为我其实在没有那么熟的面前我会就是很安静，然后会很成熟那种，就是会很像大人，就是很像姐姐那种，就是跟我不熟的人都会叫我什么，都会觉得我是姐姐那种类型，但是跟我熟的我就是我不知道，我就不喜欢，你知道吗？那很驚耶，就是它是一个包袱，你知道吗？但是当你跟我熟了之后，我就不会是那样子，就是我绝对不是那样子。但是跟我不熟的话，就是我会就是那样，就例如说学校比较没有很熟的学弟妹之类的，他们就喜欢叫我什么姐什么之类的，哦，我就觉得很奇怪这样，但是没办法。谢谢十二甜蜜之吻，因为我通常在学校都是那种静静的，然后坐在旁边这样，然后就偶尔插个几句话这样。然后或是就只有在朋友在的时候才会做出一些很疯的事情，但如果没有人的话，我就是那种会在旁边这样看，然后或是睡觉然后看，就是不然就是我要去打什么鼓之类的，然后我就上去打鼓。然后他们你知道吗？超好笑，就是跟一开始跟我不熟的学弟妹，他们就以为我是那种，他们就觉得我是那种很帅，就因为我通常就是在不熟的面前我也不会那样，所以我就是通常上去然后就打鼓这样，然后他们就哦学姐好帅那什么，然后就是。大家私下跟我真正相处之后，就是发现我是一个笑哎，这样。对，我就是一个笑哎，因为我就是觉得很驚，就是我觉得，就是反正我的想法，就是我平常做事也不喜欢让，对啊，反正我不知道怎么讲，反正我就不是一个稳重的人，那只是一个人前的外表而已，就是黏人的猫啊，面面这个形容词常，你说面面形容我是一个黏人的猫啊，对啊，是没错啊。就是一年级的那个学妹，那时候他们那时候进来的时候就觉得我是一个很帅的学姐，因为我就是一个平常拿着鼓棒，然后都不讲话，然后就在旁边这样，然后只有打鼓的时候，我就会默默的坐上去打鼓。他们真的认识我之后就幻灭，他们觉得我超白痴，而且我还会被他们帮忙，超好笑，反差萌。对啊，他们也觉得我是。哎、欸，就是我不是平常会饶舌吗？然后就是他们会听到我一些作品，就觉得学姐好帅。然后真的认识我之后，就是破灭这样。
可是后来我就跟他们说，哈哈，其实我很白，我很笨，然后又白痴。他说没有反差萌什么的。我觉得天啊，他们包袱太重了，真的该再跟我熟一点就不会这样觉得。不然我在学校根本完全不是，就我真的不是。我现在这样对你们讲话，是我在学校平常不会对不熟的人这样讲话，就是我只有对真的超熟的那一群人才会这样子，但其他人我根本就是超安静，然后就是跟他讲一两三句话这样之类的，笑死，笑死！他们觉得我是一个很帅的，我不知道，随便啊，笑死我了。我以后都不要讲话，那我就打鼓就好了。我以后不讲话了。阿Kia晚安，米哲晚安 ，CJ 晚安。其实我觉得我也有点社恐，就是在那个什么，但有熟人就不会，就是有熟人的话，我会一直黏着他，对，就不会社恐。反差萌不错，我怎么知道？可是我在团里面已经没有办法反差萌，因为我熟的人太多了，所以就变成现在这样。不然，而且也没办法不讲话。我在学校真的就没有很喜欢讲话，因为我觉得讲话很累，然后我就是很喜欢睡觉这样。就可能是讲几句话，然后上去打鼓，然后有精神的时候跟同学哈拉一下这样，然后就是，对。就还蛮安静，有时候在学校就很安静，就是那种哦，就是一个，哎、欸，有一些学弟妹刚开始进来的时候还觉得我超可怕，因为我就是没有很喜欢笑，然后我就这样，然后就看起来超呆，然后就是没有干嘛，就是我都是这个，就是都很扑克脸，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子在学校，就是我没有其他表情，因为很累啊，就你们也知道我很晚睡，所以我在学校几乎都这样，就是都是那种脑袋很昏的状态。睡觉会饿，笑死。所以一开始有些学弟妹认识我的时候就觉得我超凶，就是觉得哦，我是一个很难接近的人。他们都觉得我周围有一种气场，就是那种很难以接近的气场。可是本来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如果我不是我的话，就是我是一个旁观者，我看到像我这样子的人，我也不会想要无缘无故想接近他，或是觉得他很友好之类的。是啊，对啊，他们就觉得我很自带一种。学姐要早睡，好。我不知道，他们就觉得我是一种很难以接近的人吧。随便啦。换一首歌。你只是想睡，但我只是还想睡觉而已。就真的，我只是还想睡觉。就是如果没有表情后，我就是还想睡觉。真的，就我一直在想什么时候可以睡觉的，或是哦，等一下要干嘛，或是我根本没有在思考，就放空的，笑死。但我很常看起来就是一副若有所思的感觉。你在 TP 的表现就是很亢奋，在学校，对啊，我在学校完全不一样吧，就是那种，我想一下是像什么，有点像佐助那样子。结果认识了之后，就是神经病啊！我根本没有包袱，好吗？所以有多少学妹？什么叫有多少学妹？这句话是怎样？巧虎皮，对啊，巧虎皮，我的巧虎，我都会抱巧虎睡觉。我没有巧虎，我真的不能睡觉。我没有巧虎，我真的不能睡觉。就是学妹不是来我家住嘛，然后我就跟她说，哎、欸，你看我巧虎，然后她就说，你的巧虎是怎样，怎么变这么扁？一位什么鬼？杰星啊，学妹或同学有看过你的直播吗？学妹有啊，同学哦，同学。有，好像有，但我就是叫他们不要来看，因为我觉得很尴尬。就是我在大面前是这个样子，可我在学校就不是这个样子啊，懂啊？就是嗯，当你需要一直去讲话的时候，你就会变得不一样。我不知道，随便。你有这样的一面吗？
给新认识的朋友看，因为我其实我觉得我算是一个活在夜晚的人，我觉得我越晚精神越好。给新认识的朋友看巧虎皮，不会直接朋友剪衣吗？站着，知道的，好了，好听的有嘎豆。时空啊，不是夜空晚安，夜空晚安。我最近真的一直听吴塞瓦，那我听到之前的吴光汉，我不知道他可能被丢掉了吧，我可能丢掉了吧。还不来，我只想要你回来，耶，你具备，耶。见了武功，我觉得我应该丢掉他了，我不知道。哎，我跟你们说，我最近在玩马里奥 3D， 就是因为我弟买了新的游戏片，那我就跟他借来玩。那我每天都在，现在几乎塞尔达的话就是啊，我自己跳下去怎样？场地，我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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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挂，好，我挂了。我现在是零，没有生命。随便啊，反正我一天的话就破了三个世界。这样，如果哪天你突然找不到，会被吓到吗？三 D 很不容易，对啊，可是三 D 感觉比较有趣。你说，哎，我觉得不会，我还好哎。因为它看起来其实蛮假，只是你刹那间看到会觉得很像。我看一下我现在破到哪，我现在破到世界四之一哦，对，因为我刚破完世界三。我有收到粉丝给我的游戏片是马里奥的，那我已经破完了，笑死，超快，所以我现在在破三 D。我真的很宅欸，那塞尔达就是，可我最近突然变得很想玩塞尔达，为什么？是因为马里奥玩太多，马里奥玩太多，突然很想玩塞尔达。马里奥好难，我手残。路易吉洋楼是我极限。哎、欸，听我朋友都说路易吉洋楼很好玩，但是我没有去玩。可是我觉得那应该蛮好玩的。但我现在就玩马里奥，马里奥3D真的很有趣欸，而且你如果没破关，他会给你一个枫叶，然后他。那个枫叶就是，那枫叶能力就是可以让你飞，然后怪物打到你，你也不会死，而且它是无限的时间。破了哪天换片？我就觉得马里奥 3D， 因为我其实以前很喜欢玩马里奥银河，我觉得马里奥银河真的超好玩的，而且我也很喜欢那种。就那种 3D 感，你知道吗？就是马里奥会有一种 3D， 呜香菇，就是会有一种 3D 感。我就很喜欢那种 3D 感的游戏，就是基本的马里奥有点太 2D 了，所以我破完之后就还好，就是哦，死了，好危险啊！我还是。赶快死一死好，不然我怕我玩，这样玩一下我又，呜、哦、挂了。好，哦拿去换片，你说拿粉丝送的那个片子去换吗？等一晚安晚安，我有收到那个塞尔达的那个狼，真是帮大忙了。但我最近，我可能今天就再去玩一下塞尔达吧，因为我真的死太多，我有点倦怠，你知道吗？当你一直死去的时候，就你一直挂，你一直挂，然后你就觉得啊、哦，就觉得好累哦，然后就是想换个游戏来玩。哦，还有动物森友会，可是动物森友会我现在很少玩了，可以试试看奇诺比奥队长，蛮可爱的 3D 游戏，而且不会。真的吗？可以啊，我可能又回去玩塞尔达吧，因为我最近突然很想念塞尔达。
我只想要你回来。Need you back, yeah。太好听气了，我怎么？当当当当当当，比较气儿的舞操。哎，我问你们前夜机会来看吗？哎，还有公演，五月的公演，大家会来看吗？六月的公演，大家会来看吗？真的啦，没有来公演的，大家一定要来公演，看我们公演。想你从来没想过，第一个怦然心动，被你虏获，为你失措，原本是我。再见，听说竞争对手大排长龙，才嗨的我陷入焦灼，不敢开口，要我和朋友互相闹内讧。言不由衷，装迷惑，告白的话像犯错，不突破不让谁别扭，就躲进人群之中偷偷的守候。哈西的 Penguin 别笑在那儿，为何蛋蛋哥哥不是也期待着，哪里会有转折，赶快出发离开。爱只给一等奖的角色，想念的规则，前一秒正好 center 的资格。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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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我没跳过这首歌哎，但是我觉得这首歌的舞很可爱。我上次是跳什么 ？Hello Center， 玩笑开的好大。因为太笨，所以就进了笨蛋选拔，这样，笑死，所以没办法跳起了。可是也多亏了这首，就进了单曲，笑死，真的很夸，真的很疯狂。快看公演！对啊，大家一定要抢到前夜机票。真的很久没有，大家应该很久没有看那种大家一起聚在一起表演吧？前夜机算是久违的，就是二周年。我们二周年演唱会之后，大家一聚在一起，可以一次看到那么多人的。希望我不要失言，因为我现在在玩马里奥。哎，有铃铛哎，我超爱铃铛，铃铛可以。哎，你知道吗？那个马里奥3D 有一个，有一个很酷的那个角色，那个不是角色，是那个有一个很酷的。能力，人也很酷的那个食物，他吃了那个铃铛之后，他就会变猫，然后变猫的话就可以爬墙壁，那根本就是外挂，这根本就是外挂啊！我真的觉得这是一个很外挂的能力耶。超外挂了好不好？应该好像都会去，应该好像是怎样？好啦，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我差点挂了，我差点就要失去那个猫的能力，吓死我了！我死了！傻眼，心好累。无敌星星。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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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怕怕怕，怕怕。噔噔噔噔噔噔，哦。没什么特别，甚至有些伤脑筋的感觉。聊天我也只是尴尬点点头，随便的敷衍。是真的那一面，感觉不可能是我心动的那一类。呜。时候哪里突然交错，怎么我不知不觉中一脚跌进爱的漩涡。
吓死我，进到一个水管里面，然后那水管里面有超多怪物，超多爬墙壁的怪物，还有一个星星啊！我现在没有那个能力，我根本上不去，好烂哦。带着星星病毒的你，抱上人的所受不及，越治疗越无药可救，先要你所有的思绪挥之不去，每秒挥之不去，魂不守舍，往东往西都怪你。我刚差点死掉，我刚停在怪物前面，我刚的生死一念间，呜耶！我有铃铛了，爽啦！欧趴了啦，爽啦！这有点难过，这样怎么过啊？什么鬼啊？根本没有路啊，全部都是那个刺。我一定很快就挂了。被你清澈的双眼给攻陷，搞不懂哪里突然交错，怎么我察觉不太妥，一逃不掉这……哦，等一下，马里奥有现实啊，白痴！马里奥有现实，我差点忘记，干我死了！没有没有没有，你们什么没听到？跳楼吧！这一片空白无能为力，实在猜不透爱这一道难题，绝对不可能的啦！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好像已经……哦，来了，喜欢上你了。哦，那个无敌的那个杀手剑来了，耶、yeah, ！我现在可以在刺上面走路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带着星星病毒的你，把我传染的措手不及，越治疗越无药可救，真要命。所有的思绪被你占据。魂不守舍，往东往西都怪你。魂不守舍，往东往西都怪你。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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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我现在可以在刺上面走路了，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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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全部都是刺，然后我要踩着，我要踩着那个蚂蚁，就那个怪物，然后我还要小心不要被它踩到，就我要踩着那个怪物，然后去过那个全部都是刺的那地方，哎，而且那个怪物还有弹性，我说踩一踩还会不然突然掉下去，哦，掉下去了，算了吧，好难啊！我不想玩马里奥了，我去玩塞尔达好了，我要玩塞尔达了，我塞尔达，我等下就把那个片子换掉，傻眼，我等下结束了再破一次，如果还是没有破，我就把它换掉了。我就要去玩塞尔达，傻眼了，又剩两条命，到底想怎样？你还要我怎样？要怎样？可以不要这样吗？真是疯了！谢谢杜的小蛋花，
度完三 D 这片完久，对啊。他那个怪物，他那个怪物就是要让我踩上去的。你看，他这个怪物就是要让我踩上去啊！我现在有那个开外挂，那个吃了那个开外挂的食物，我现在根本没有办法踩着那个怪物上去。我只要一踩到怪物，我就死了、欸。所以我拿不到那颗星星，算了，放弃吧。我要去那个充满刺的那个地方了。希望我不要再掉下去，不然我真的会崩溃，崩溃。它真的很弹性很好哎、欸，我真的会一直跳下去，我会不小心一直跳下去，很烦、哦。我好像抓到那个在怪物上跳的诀窍，希望我不要再跳下去，拜托拜托，我不要再跳下去。哦，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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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爽！我好像要过关了，耶、yeah, ！我要过关了，去死吧！耶、yeah, ，好开心哦，我过关了，你看。算是开外挂，笑死！为什么我会出现企鹅宝宝这首歌？企鹅宝宝这首歌怎样？呜呜哇呜哇哈哈！恭喜，耶、yeah! ！谁手牵手，寂寞没什么好。我要播这首歌来让大家看那个。唤起大家会想要来看公演的欲望。各自的关卡，一起奋力开怀的枪，让热情飙涨。还有很多关的、啊。噔噔噔噔噔噔噔。怕害怕，一切不忍去回想，深呼吸，重复自意，给气球时光，眼看那，眼看那。这首歌词真的很赞。失落总难以言语，可痛的不只是你，每个人总要经历一道道课题。今晚先清醒，陪我们风歌。真真真，呜哇呜哇呵呵。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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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它多复杂，什么线纠缠交叉，的力气头绪最大，真只会一如往常。生活总难免委屈。呜吼吼！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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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做你的女朋友吗？可不可以让我做你女友？唱一呜，攀紧你的心，耶耶耶，呜呵呜呵呜呵，一个。搬走换新的住所，这光平简单的记忆。
很怀念哎。噔噔噔噔噔噔噔。是哦，这一天过得怎么样？什么是特别？我真的忘记怎么跳，笑死！我现在回想。打蜡不小心，学会了飞，不再遇到。他怎么跳？我只记得我跟李采洁那一趴。没有，我真的看一次手牵手啊，对啊，哎哦，我记得嘞，埋头朝山，要满微笑的应该只有大好きだずっと大好きだ声を限り叫ぼう大好きだ君が大好き息が苦四期间四期间我也记得用住那那那素敵な啊，我真的超歌いながら愛に行こう大好きな我的初心，我那时候超看听吧和素，真的是看到哭。然后想到这首歌，我想到这首歌，就是想到那时候的和素，和素真的超感动了。噔噔噔。思ってますか今すぐに会えたくなった誰かいるっていいね幸せなこと見つけた君に分けてあげたい有借我唱这一段47の素敵なあの街へ歌う歌いながら愛に行こう大好きな車に乗って
ワクワクすっどんどん近くなる会いたいと思ってるのに心どころもむさがでした目を閉じて顔が浮かぶ大事な人君だ悲しいことがやった時には気を聞いてほしいワイボーバイバー素敵なあの街へ何我真的超感动，那时候大家都很年轻哎 ，AKB 的那个 Team 八的时候，那个合宿现在网络上好像看不到了，有点难过，但是很赞。下架。Hokkaido Amori Miyake Miyake， 我是小丽有意推，所以我是 Tokyo Kumo。因为优衣真的太可爱，台北，笑死！哎、欸，我那时候 Daisy 的时候，大家就念台北、新竹、苗栗，我忘记什么，高雄，什么鬼？玲玲也很可爱。好怀念哦 ，Team Eight， 真的，那个合宿真的很感动。很可惜现在找不到至少还有一个山里我记得那叫什么也有表演好きなんだ哦 Hashtag 好きなんだ僕はつぶやく47の素敵なあの街歌を歌いながら愛によ大好きな車に乗哦我想起来了哒哒哒哒哒哒哒，哎，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不用。哎，我想起来了，爽啦！然后这是跑，对不对？然后跑，这样跑跑跑。哎，是吗？是吧？对吧？我记得这里，然后我们会变成一个那个，我们会变成，我们会变成什么 TP？ 是不是？这一首。笑顔のわ。やっぱりゆいゆいかわいいよ好き好き大好きやっぱおやっぱ好きあーふふふへ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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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っしゃ行くぞタイガーファイヤーサイバーバイバーダイバー什么驾驾是 Y 版吗我忘记了这边好久没有当仔仔了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やっぱりハンハンかわいいよ这也可以我真的很喜欢 Team 八就是看那个 Team 八的合适会找到那种热血你知道吗对吧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るんだよ你们在手上哦对啊我真的有点遗忘蛮喜欢听 A 的歌白色情人节 练口上绿色马桶来了好换歌了我换一首不要没有那么窄歌换一个 Coming home babe熟悉的氛围 You'll be waiting on me 赞而且我觉得那个四七街的那个口就是他的口就我忘记哪一场是那个就那个歌曲排行榜那一场就是 AKB48 Group 的那个歌曲排行榜那一场的四七街超感人You've been waiting on me， 绝不后退 ，Call me home， baby。阿泽晚安，我好像要关播嘞，等下念个排名吧。Yeah，
第十名是阿顺，谢阿顺。第九名，等下，看你后背有没有就去追。第十名是切尔东，谢切尔东。第九名是 F， 谢谢 F。第八名是青云，谢谢青云。第七名是勇哥，谢谢勇哥。第六名是夜空，谢谢夜空。第五名是陈安，谢谢陈安。第十名是令狗，谢谢令狗。第三名是怀怀，谢谢怀怀。第二名是日风，谢谢日风。第一名是 S 2，谢谢。谢谢大家，辛苦了。大 RH， 对对对对对，超感动，真的超感动。他们哭好几年了。Coming home, babe。那种感动，就是真的很赞。Coming home, babe。Coming home, babe。蛮久以前闯荡，晚安晚安。